到发财了，没想到小宋出了楼也能碰到鼓励式教育，被容祖儿问到会不会太空滑不实。不会。行，我也不会。哦，你不会吗？但是我觉得你会。哦，对。好像小偷一样。还有被 Q 到模仿螳螂，明明上一秒还在害羞，下一秒祖儿姐一哄，直接上去。不要看了，不要。给我看，给我看。小宋这一哄，手就不自觉的贴墙上了。